来啦，跟我买啦！这个小黄牛油干巴呢，老铁粉们，不知道怎么整才好吃呢，看过来。看完就学会啦。这个小黄牛油拿回来，给它烫好烤熟，给它吹吹吹，撕成手撕干巴。先送这个大蒜、小米辣。你们有想吃这个小黄牛油干巴呢？可以到我呢店铺上和下单就得啦。然后这个是撇菜根，给它烤得香香的，给它煎成小节小节放进来，放点点的味精，再放点点的盐，又给它葱葱拌拌，把这个刚才的小黄牛油干巴放进来，葱葱葱。再来一点香香的胡辣汁面，葱葱拌拌，然后这个新鲜的柠檬汁给它挤上来，最后再煎点这个香菜大眼席给它放进来，再给它葱葱葱拌拌拌就可以了。这道菜可是很简单，你们看完就会了。它的味道是香香辣辣的，带有这个柠檬的提香味，可以下饭时，也可以下酒菜，太香太好吃了。